看到了吗？我知道上班族上班都很辛苦哦，可能会整天都是坐在椅子上。有时候你会不会久坐，然后感觉到腰不舒服呢，或腰痛？大部分原因都会是因为可能腰椎长期的压迫，然后造成那边的肌肉紧绷，或者是腰太过往前推了，因为我们可能要办公嘛，腰太过往前推了，或它的椎节摆放在不适当的位置，腰椎紧绷，那也有可能下背也会有一些压迫。他们今天就会用几个动态的动作来放松我们的腰椎，延长腰侧的肌肉，然后再把它旋紧，巩固好我们的腰椎，因为腰椎其实蛮脆弱的哦。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。好，我们首先要先松动一下我们的骨盆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就把双脚打开的大概是两个骨盆宽，然后臀部往右推，往左推，往右推，往左推，然后从两个这个端点一起往右推，一起往左推，一起往右推，一起往左推。手可以互抱肩膀或者搭在肩膀上。我们大概做一个20下左右，10、9、8，脚跟平均踩地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还有10下，10、9、8、7，你也可以用手帮忙，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来到中间，松动骨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拉长这个腰椎两侧的肌肉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脚可以跟刚刚差不多宽，然后我们要用骨盆画八，它一样会牵动我们腰椎周遭的肌肉，所以也对舒缓下背非常有帮助哦。你要想着两个骨盆一起往右斜前方推，然后来到右斜后方，所以用你的骨盆拨过来，像拨水一样拨过来，然后左斜前，左斜后，好，右斜前，右斜后，左斜前，左斜后，右斜前，右斜后，左斜前，左斜后。那我们现在让它连在一起，10、9、8、7，你一样可以用你的手帮忙，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次要从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要从后往前，所以我们先把骨盆推到左斜后，然后左斜前，右斜后，右斜前，左斜后，左斜前，右斜后，右斜前，然后准备连起来，10、9、8。所以好像这个骨盆会抱进来，抱进来，抱进来的感觉。5、4、3，你可以用手帮忙这样拨一下，2、1。好，现在感觉站回来，感觉一下你的腰椎，你的下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要做打棒球的动作，它可以一样就是帮我们延伸腰侧的肌肉。那我们今天先从右斜下打到左斜上。好，等一下会有一只脚就是会交互的踮脚尖，会帮助你的腰比较好旋转。好，我们先从右斜下到左斜上，10下就好，10、9，有点像刚刚骨盆画圆的感觉一样，用你的腰侧带，7、6，用腰侧带，5、4，像你在打高尔夫或者像在打棒球一样，2、1。好，我们换边，换从左斜下，然后右斜上，这样10下，好，10、9、8，然后一样用你的腰侧带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回来中间，我们这次要从上打到下，那这个时候会是你的
腰椎比较上面的肌肉会比较有感觉，我们要从上面打到下面，所以右斜上打到左斜下，腰直下，十、九、八，脚一样可以颠，七、六、五，比较有那种像砍柴的感觉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那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，因为腰脊椎两侧最里头的肌肉会有那种交错交错，然后交叠交叠的，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四面八方都动一动，去延长它们。好，换左斜上，然后右斜下，好，腰十下，十、九，一样用腰带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回来到中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同侧的，因为肌肉跟筋膜有对侧的，也有同侧的。我们现在要做同侧的训练。等一下会有一点点微弯膝盖，所以身体会微微前倾，有一点像你在做椅子式的感觉。那等一下会右手的手掌顺着右边大腿往下滑到膝盖，然后脚跟离地，所以脚尖会踮起来。我等一下就再做侧面哦，然后换边，就脚跟离地，然后手一样往下滑至膝盖，头顶心往斜前方延伸，所以会大概像这个样子，然后交错交错，两个脚跟可以并，两个脚跟可以并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大概一样，先十下，十、九。先习惯一下，八、七，感觉一下你的上背跟腰，五，肚子微收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要加上脊椎哦。右手下的时候脸看向左边，好，换左手下的时候脸看向右边，十、九，掌根有力往下推出去，八、七。六、五、四，所以你的整个腰侧会旋转起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回来。所以你整个脊柱两侧的肌肉都会这样旋转起来。大家有觉得下背热热的吗？好，然后我们先一样做一个下一个动作的暖身，脚就是张的，大概跟一个弓箭步一样那么宽。大概一只脚的宽度，我们先微屈膝盖，微屈膝盖，脚可以微微外八，然后但是让你的膝盖对齐你的脚趾尖，如果你要平行脚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这样就比较难蹲，所以微微让它外八，外八，然后记得你的膝盖对齐脚趾尖，跟大概脚趾尖的第二根脚趾头是同一个方向延伸出去。好，我们先在这边习惯一下哦，习惯这个蹲姿，十、九，然后另外一只脚跟推，八，帮你把身体推远，七，推远，六，推远，五，所以脚跟帮忙处理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加上上半身，双手可以来搭在肩膀的位置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半身一样，我们加上上半身咯。等一下右脚右膝屈的时候转向左边，然后右脚帮忙脚跟推回来，然后转向右边，然后换右膝屈转向左边，左膝屈转向右边，然后一样，十、九、八，所以你的躯干会跟着旋转，七、六、五、四，脚跟帮忙推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再来中间，然后我们一样做反向，刚刚是转向弯曲的那一只脚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背对弯曲的那一只脚，所以你会有一点像用你的背侧，然后等一下一样去拨水，拨水，用你这个肋骨侧边腰侧去拨水。好，所以现在右脚屈膝，然后有点像躺向右边，然后转，躺向左边转，躺向右边转，
旁向左边转，十、九，一样腰侧会旋转到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一样脚跟帮忙推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慢慢会来到中间。最后一个动作，你可以扶着墙壁坐，或者就是，如果你的那个平衡感很好的话，你就可以站着做。然后这个动作对我们如果有坐骨神经痛的朋友也非常有帮助哦。好，我们要一只脚先屈膝抬起来，然后膝盖大概跟骨盆同高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练一下你的平衡感的话，就可以不用搭墙。那如果你需要，你就可以去墙的旁边搭墙。你现在要让你的小腿往外挂。可以微微的往脚尖会比较好使力，膝盖都不动，所以你看膝盖这边都没有动哦。用你的小腿很像那个汤勺，在锅子里面煮汤，然后你要搅动它。十，我们先往外画圆。九，八，顺时针。七，六，五，骨盆也是不动的。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我们先换脚。如果你的平衡感很好，就可以像刚刚，就是不用任何辅助。如果你有需要，你都可以去扶着墙哦。那我做侧面给大家看看。那我们现在换左脚，然后逆时针，然后让膝盖不动，把膝盖大概在骨盆的高度。好，头顶先往上长高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好，慢慢回来中间，那我们再换脚，刚刚右脚是顺时针，现在换右脚逆时针，好，侧面给大家看，右脚逆时针，所以膝盖一样不动，有需要就是扶墙哦。好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换脚，可以稍微踢踢脚踏踏。好，换脚，换变成左脚，然后现在是逆时，顺时针。好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慢慢回来。所以你骨盆那边应该会有一些微微转动的感觉，然后如果你对身体的感知比较有觉察的话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哎，其实腰这边都有被收紧，就是被旋紧的感觉。那这样子，你的腰就比较不容易过度的被拉到，就是突然拉到，它也会旋得比较紧，就绑紧你的脊椎。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几个练习，有事没事都可以做一做，保护我们的腰椎。然后，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可以帮我点个赞，然后可以按一个订阅或小铃铛，让我常常约你一起出来动一动喽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